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蛋白粉，动植物优质双蛋白。本栏目由汤臣倍健冠名播出，感谢汤臣倍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四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于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品红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看看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这次复合之前，他就是个渣男，对我也从来不在乎，还和别的女生暧昧。我们这次复合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分享给他我的生活，他也从来不在意。我干什么他都要管着，我连正常的社交都不能有，我们之间没有一点信任，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处下去了。我平常关心他，他就会觉得我在控制他。难道男女朋友之间什么话都不说就对了吗？我不知道自己在他心里算什么。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秦先生21岁，来自山东学生，有请小秦，有请。石女士21岁，来自甘肃学生，有请小石，有请。欢迎两位年轻人哈，这位是？这位是我女朋友。哦，喜欢吗？喜欢啊。这位是你的？我男朋友。喜欢吗？喜欢。哦，今天是因为喜欢来这儿的吗？还是因为在喜欢的背后发现有一些纠结的东西呢？我们俩因为就是闹矛盾了，然后他就想来这边调解一下。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和他谈恋爱已经有2年多了，放假期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都在兰州，但是只要开学的话，我们就在不同的地方上大学，所以的话也算是一半的异地恋呗。但是就是因为异地恋的原因，我们中间分手过一段时间，后来重归于好之后，感觉我们之间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个异地恋多久的时候分手的呀？是在去年的圣诞节那会儿分手的，是因为当时我们两个吵架，他觉得我对他冷暴力，然后他给我提的分手。分手了多久又复合了？是在今年假期的时候复合的。半年前复合的。对，半年前复合的。就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我们俩碰到，又就跟第一次相识的时候那样子一个状态。相识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啊？再见面就分手，半年之后还能一见又和好？因为我们第一次相识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两个在兼职，在同一个车展的同一个展台嘛。当时我对他感兴趣，我就去主动追求他了。然后分手之后，我们又是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时间段，我又见到他，我就觉得特别奇妙。然后我又主动的去接近他，他也同意跟我继续在一起。我们俩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冲动，当时车展加了微信聊了有1个多月左右，然后有一次他叫我出去喝酒。我们俩那天就聊了很多，他当时那天晚上是这样子的，那天晚上我们喝完酒之后，我就陪他聊天嘛，我和他很聊得来，很投缘，我就把我的一些过去的感情经历就全部告诉他，我不想给他隐瞒我以前那些事情，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渣的男生嘛，因为以前有过10几多段感情这样子的，对男女之事也比较随意，但是我不想隐瞒他了，而且当时的状态就是不想再继续浪下去，不想继续玩，想好好的找个女孩子好好谈恋爱，一直走下去，我就把这个态度给他表明了，向他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辜负他。他当时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选择跟他在一起。没想到在一起之后，我就发现态度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当时很热情，但是后来就对我很冷淡，我觉得就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有喜欢我。因为那段时间我们都在考试呀，那段我对你冷淡的时间，我们两个都在忙期末考试的事情。你总能抽时间回一下我吧，给我发消息啊什么的，在一起也不容易，我就不想让这段感情这样浪费掉。然后我计划了一次旅行，我说我们俩一起去成都玩一玩，然后可以促进一下感情。没想到那天我在他手机上查旅行信息的时候，
我看到有两个女生同时给他发消息，然后我点进去一看，跟一个女生的聊天记录很长很长，我翻了半天，几乎就每天他们俩都有在那，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子、啊，主动问我早上好，晚上好，我出于礼貌性，我肯定要回两句啊，对不对？我都是很敷衍的在应付他们，你也看到那些聊天记录了，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样子，你是不是记错了？当时我看你朋友圈去的时候，你朋友圈里面直接把我们俩秀恩爱的照片都把他们俩屏蔽，他们俩谁啊？一个是我前女友，一个是当时对我有好感的一个女孩子。我当时也觉得这个事情不对，我就当着她的面跟她说这个事情我做错了，我给她道歉了，当着她的面把那两个女生都删掉了，还重新发了朋友圈，再也没有屏蔽任何人。就因为这样，我当时我心里面虽然很生气，但是我就想的是她可能有在变好，我就没想太多。结果那段时间临近圣诞的时候，我直接那一段时间联系不上她，就是给他发消息他也不回，打电话他也不接。因为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忙，我给你发视频了，我那段时间一个是校外培训的事情，那个一天占用我大部分的时间，还要晚上回去还要陪我的室友打游戏，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总不可能拒绝人家是不是？打游戏，打游戏真的那么重要吗？那你每天那么多时间，你总能抽出时间跟我多聊一会儿吧？我给你发那么多消息，你看不见吗？我有抽出时间给你发消息啊！我闲的时候是跟你聊天了的，你怎么就不记得我跟你聊天？你就记得我没有跟你聊天？你这样那段时间我真的特别累啊！我是什么叫你特别累？我就觉得你是故意不想回我消息，那样子谁能跟你继续走下去？所以那段时间就因为这。他经常冷暴力我，我联系不到他，本来异地恋就很累了，然后他还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提了分手。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后来呢？后来我就觉得我当时做的确实不对，我就好好反思了一下，我就觉得如果以后再和别人谈恋爱的时候绝对不会这样子的，结果没想到后面我又碰到他了，我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再次追求他，我就发誓以后跟他好好谈恋爱的话就绝对不会像之前那样子，一定要改变自己原来的态度啊。但是我们俩就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就是应该要开开心心才好，但是他总是愿意把他的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强加到我身上，就比如说他喜欢跑步，他就非要拉着我跟他一起去连麦跑步，他跑个几公里都可以，我跑几百米都已经很累了，他就非要让我跟他一起跑步。可是那段时间不是你说你想减肥的吗？女孩子那样说减肥很正常呀，但是我不喜欢跑步，我就不想用跑步的方式去减肥啊，我有自己的想法呀，你为什么非要用跑步来约束我呢？那段时间他把我的课表都要走了，白天我上课，晚上他要拉着我一起去看恐怖片，我从来不看恐怖片，因为我比较胆小，然后那段时间就跟他看恐怖片，有时候晚上夜路也不敢走，一个人也不敢去上厕所，严重影响到我生活了都。我跟你分享那些东西，我就是希望我们有那种共同的话题，我们可以同步做一些事情。我跟你分享那些电影，就是想跟你看。动漫我也不喜欢看，全是日语的，我不喜欢看呀。如果你不喜欢看，你可以给我讲吗？天天就要，就是每天就要逼迫着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而且把我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我就很反感他为了要培养一些共同的话题，就要跟我说一些有营养的话。然后我跟他说，我想买一个包包，已经喜欢很久了，我攒钱，我生活费从里面攒的已经够买了，但是他跟我说不要追求名牌什么什么的，就给我扯一大堆那种概念性的东西，我完全听不懂。那当时想一下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两个都还在读书，我们都是学生，又不是什么有稳定收入的职业，你何必为了追求那种东西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是不是？我也没有完全拒绝你去买那些东西，我就说等你以后有工作你再买，你不应该现在买，你现在就应该好好读书。我又没有让你买，我自己攒钱，我想买我就想买啊。我想然后跟你说我想理财，你又跟我说要我不让你牺牲自己生活，不也是为了你好吗？你烦不烦？你每天都那样跟我讲大道理、啊、那他会干扰你的正常社交啊，影响你社交这些吗？会，他就把我每天的生活都盯得特别紧，我不能有一点点私人空间，而且就只要是我身边一个活的男的他都不让我接触，就连我闺蜜都不行。七夕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出去逛街，到一半的时候我闺蜜忽然给我打电话说她跟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在那儿哭得很凶嘛，然后我就说你过去去安慰他了，去照顾一下他，怕他出事情嘛，然后他就在那儿跟我生气。我不该生气吧？我们那天是七夕，那是我们和好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节日，那天本应该我们两个好好相处，我们一天应该都应该在一起的，我们当时都制定好计划了，去吃饭，去玩，去唱歌，去看电影，对不对？去喝酒，结果还没吃晚饭他一个电话就把你叫走了。
我能不生气吗？我怕她出事情啊。你别总你闺蜜你闺蜜的，我就知道你对你闺蜜特别好，你闺蜜对你什么态度？你每次出什么事情她都不管你，每次你有求于她，她都特别敷衍你，结果你还不听，你就说我管你管得太死了，后面你还不是跟你闺蜜闹掰了，你受不了那个臭脾气。那是我跟她的事情，我不需要你管。不仅这样子，而且就还有我平时就会兼职一些平面模特拍摄之类的，就跟甲方会有一些话要谈，要安排一下事情啊，或者说有一些资料要商量，在私底下见面聊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为什么电话上能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非要见面去说？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个人找你聊天，他当时找你见面，不就是说我们见面两三句话就说完了？但是他都这么讲了，为什么不电话里面说呢？是不是？你说那些报告、这些流程什么的，现在网络多方便，一个电子版发过去都懂了，非要跟你见面，你自己能不能动动脑子？万一人家对你图谋不轨，另有所图呢？你就觉得所有人都对我图谋不轨的？你就只要看到我身边男的，你都对我图谋不轨。我跟人家出去正常的聊天、社交、谈谈工作的事情啊什么的，你就觉得所有男生都对我有意思？那我不就是怕你受伤害吗？不就是怕你遇到危险吗？怎么你这个事情你也怪我？但我觉得你很烦啊！我自己的正常社交我能管控啊，就因为这事情，我有一次跟朋友出去吃饭，我没跟他说，因为只要他知道，他就电话轰炸我。然后他那天我在那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跟我打了好多视频，我就去卫生间接了一下，怕他担心嘛。结果当时他不相信我，他说你把手机拿出去，他要看我跟谁在吃饭。主持人，事情是这样子的，那天下午我一直联系不到他，我就跟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就不知道他去干嘛了，特别担心的，我就跟他一直打电话，一直打视频，等到下午六七点他才接电话，在卫生间里面，我说你在干嘛？他说他在跟闺蜜吃烧烤。我一看我就知道那不是吃烧烤的地方嘛，因为我们那边我家我都熟悉，我们那边烧烤摊子长什么样我都知道，那一看就不像是烧烤摊的卫生间。我说你把手机拿出去看一下你在跟谁吃饭，结果发现除了他闺蜜还有别的男生。那我跟我朋友出去商量事情，我不想让你知道呀，因为你很烦人，每次我做什么事情都一天把我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我想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可以吗？都成年人了，而且他大三我大四，我们俩就感情也不稳定，就是他也快毕业要实习了嘛，我不想再这样每天就是生活在这种吵架呀，就特别烦，每天都在他给我说教，就在闹矛盾，我不想再这样继续纠缠下去了。明白了啊，所以咱们简单梳理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自称是浪子的男孩，在一次车展上碰到一个姑娘，他愿意为这个姑娘洗面革新，姑娘也相信了，但是姑娘发现在这个跟这个男孩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个男孩子好像还是有一些毛病没改的，这是其一，对吧？对。其二是女孩觉得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冷落，因此两个人就分手了。没成想分手半年之后，两个人在相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再次相遇，于是就复合了，对吧？是的。复合之后男孩发现说，哎，怎么这个女孩子对我的这个态度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呢？过去是她主动，现在是我主动，对吧？对。然后你就会发现男孩所说的主动是干预女孩的兴趣爱好，对，对吧？强迫我，干预女孩的价值观，干预女孩的这个交友。对，男生把他统称为因为我喜欢你，我们要寻找共同的话题。这个时候女生说，不行，我累了，我怎么觉得这不像我想象的恋爱或者叫爱情，对吧？对。然后女生是说，我大四了，不如咱们就分手，对吧？对。男生现在不愿意放开这个手，对吗？不愿意。今天就来这儿了，对吧？那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看法，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鸿兄，女生是不是感觉你们复合以后这个恋爱谈得有点累？对，很累，因为他每天都强迫我做不喜欢的事情，而且你也怕再次受到伤害。对，男生有一个变化，他现在并不是像以前这么依赖你，对你这么热情，甚至你感觉他有一点冷漠了。是呀。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的冷漠并不一定代表着无情，有时候是选择逃避伤害的一种方式。我认为21岁的年轻人，以前犯点错很正常，自己知道错，这是一种最大的进步。如果自己认为不以为然，我以前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年轻人就这么率性，你们老头子是不懂的，那你完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由于你在情感方面春风得意，你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你每次都要主导左右爱你的那个人，但是他接受不了。另外我认为你们两个人的核心问题是现在是确实破镜重圆了，但是裂痕它依然在那里，等到他感到累的时候，甚至感到有点害怕的时候，他会放大那个裂痕，甚至裂痕的阴影笼罩着你们现在的这恋情。所以你们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从这样的阴影当中走出来，我们让这那个裂痕通过这样的一种情感真的让它消失，甚至让它尘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所以现在如果这一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反正你也有人爱，继续找人爱吧，好不好？谢谢伯鸿兄。来，山大老师。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然后每一个女生呢都梦想着自己能收服一个浪子，会觉得收服一个浪子是一件能证明自己魅力存在的事情。但是殊不知还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没有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分手之前的这段感情，女生从来没有强调过自己的私人空间问题，可是为什么在复合之后就开始频频强调自己的私人空间呢？就是因为在之前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女生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收服浪子这件事儿上，而复合后呢，放在了我知道他本性难移。所以其实你跟他再在一起，你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个人是一个风筝，你拽不住他。你看你们两个人复合之后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男生，我们不能否认你可能是真的有一颗想要跟他再好好开始的心，但是你没有用心，你所有的恋爱都是套路式的模式恋爱方式，每次都是为了什么而达到什么，为了制造你们两个人共同的话题，所以我要分享我的兴趣爱好。可是你问过他的兴趣爱好吗？所以我觉得认真谈恋爱可以，有这颗心很好，但是请要用心。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来，严老师。我觉得你们两个特别相像，想想你们的模式，在第一段感情的时候男方占主动权哦，女生打电话他不接，女生发微信男生不回，女生想要知道男生在做什么，想和他在一起，男生说我去打游戏了，我闲的时候会找你。再看第二段关系，完全倒了个个儿，男生拼命给女生打电话，女生不接，男生问女生你去哪儿了，女生不告诉你，男生变成了被动，女生变成了主动。为什么会同样的两个人在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感情中却出现了完全颠倒的这样的位置呢？你们可能没想过，因为你们是一类人，你们都是不懂珍惜，不会感恩，只想控制，不去思考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当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很希望和一个男孩子开展一段爱情，她努力的想去和你走近，你根本不知道感恩，不知道珍惜啊，只是我行我素，我要打游戏，我要陪兄弟，我要干我的事儿，我要考试，对不起，我所有的事做完才有你的份儿。第二段感情也一样啊，我要和闺蜜在一起，我要去做我喜欢的事儿，你不要干预我的个人生活，我所有的都是我，根本不去想对方他是在做什么，他是不是想为这段感情而努力。谁都不愿意为对方付出更多，谁都不愿意去感恩对方对自己的关注和好，所以不去思考我们怎样去经营一段感情，只是想控制，甚至不懂得思考到了这样的境地，我是不是不喜欢这个人。如同第一段感情的时候，其实男生完全没有开启喜欢他的这扇门，你那个时候不喜欢他，
女生现在不喜欢你。如果不喜欢，为什么不去思考，不去面对，不去告诉自己，告诉对方，我们这段感情不合适，我们彼此不欣赏，我们把位置留给欣赏你的人，不好吗？所以你们太像了，遗憾的是又彼此不欣赏，不喜欢。那把这个位置空出来，好好的梳理自己，等待一个能够读懂对方，彼此珍惜，彼此感恩，想要走进对方世界的人，好吗？谢谢。谢谢杨老师。来，顾奇老师。爱是试错，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倒觉得挺正常的，在相爱的过程中互相试嘛，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现在发现对方是一个兴趣爱好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消费观念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价值观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社交方式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说白了这不就是错吗？这很正常。你们之前第一段关系的时候，你无所谓的时候，他追得特别紧；到第二段关系的时候，哎，你追得特别紧的时候，他无所谓。这个我们有一个词叫恋爱的双歧法则，就是一个人近，一个人就一定远。那个人近了，哎，这个人又远了，这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很简单，它其实和爱没关系，它是一种欲望，就它是两种欲望的极端之间的摇摆，一个叫贪欲，一个叫占有欲。当一个人贪欲起了，我想要更多的恋爱关系或者更多的异性的时候，他就远了。结果那个人占有欲就起来了，啊，你怎么可以有那么多人啊，我不行，我必须要管住你。所以那个人就急了，他就开始进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当你的贪欲起了之后，你的占有欲就起来了。看清楚自己心里的贪欲，看清楚自己心里的占有欲，那跟爱情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爱一个人，我希望和那个人是志同道合，情投意合，而不是他样样都和我一样。就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女生挺清楚的吧，女生提出分手了吧，男生现在有点不服气，说为什么我这一段我这么认真的付出，我得不到回馈或者叫回报，是吧？委屈的很，是吧？嗯，冤枉的很，是吧？对啊。那曾经也有很多女生对你一腔的付出，为什么没有得到回报？因为我觉得没感觉。那你现在就替她想一想，这个女生对你现在的方式没感觉了。所以老师们分析了很多，我就觉得年轻人就面对现实就好了。你愿意为他守很多规矩吗？愿意。你愿意为他守很多规矩吗？不愿意。结束，恋爱结束。行了，年轻人的爱情还有大好时光，美好生活等着你们呢，何必纠缠在这么一段关系当中呢？来，接下来进入真情六十秒。我觉得我跟你认识这么久这么久以来，我是真的特别喜欢你。我们之前做的约定还没有完全实现，当时我们定好的一定要周游全国，现在才走了四分之一，我们未来还很长，我觉得不应该就此结束，你应该仔细想一想，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要是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你可以跟我讲，我可以改，对不对？但是我们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每天都在吵架，互相怀疑，然后我觉得我谈得很累，我还是再想想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接下来就看一看这对年轻的恋人他们作何选择，请开门。不认输是吧，小伙子？还有话跟他说吗？我觉得如果就这样结束的话，太荒谬了。啊？
不应该就此结束，我觉得还可以继续下去。所以你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世界不是你的孩子。我是浪子的时候，你们这些人我可以不在意，我想浪子回头的时候，你必须配合我浪子回头。我只想问，凭什么，小伙子？所以学会在一段不好的关系当中放手，克制自己的欲望，是年轻的你下一步真要做的事儿。这就是陆琪老师说那个欲望论了，欲望太强，我就要控制你，直到有一天我不想要了，你可以走。还是那句话，凭什么？谢谢您，请回。来了解下一段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平常只看到我失败的时候，我成功的时候怎么不提呢？现在连他都不相信我，生活还有什么奔头啊？跟他结婚之后，不仅没得到我预想的生活，反而把我搞得特别累，感觉自己都老了很多，还要天天被他担心。结婚的时候那么相信我，现在怎么说变就变了？自己没有经商的头脑，还对我管东管西。我为了这个家每天起早贪黑的操持挣钱，却没见他为这个家付出过什么，这样的生活我过不下去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肖先生49岁，来自黑龙江，古玩摊老板，有请。王女士42岁，来自黑龙江，水果摊老板，有请。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哎，欢迎两位，欢迎两位。这不得了啊，两个老板都来了哈、买卖怎么样啊？啊，还可以。结婚多少年了？结婚快2年了。那时候喜欢他什么呀？嫁给他？喜欢他比较仗义豪气，特男人。认识多久之后结的婚呢？认识1年多。哦，认识1年多。对，应该都是再婚的家庭。对，二婚。你们婚后有孩子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没有，现在都大了他们。所以婚后还是二人世界。是这意思吧？对，对的。不是才结婚2年吗？啊，今儿来为什么呀？就感觉心越来越累了，跟他在一起。发生了些什么让您觉得心都累了呢？因为在结婚之前我是在一家调味品公司工作的啊，那时候只是打打电话发货什么的，然后也有节假日出去逛逛街呀、看看风景什么的。然后后来单位不景气下岗了，就开始做水果生意了。早上的时候去上货，大概凌晨1点就得起来，然后白天去做兼职，下午的时候3点多还得上水果摊去卖货啊。然后每天都特别特别累。你比较我累，但我每天出去做古玩，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生活嘛。古玩这生意虽说是3年不开张，然后一个月开张吃3年，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总上外地去卖货嘛，然后钱始终都压着货。他花你的钱吗？我俩共同的钱嘛，基本上是都存在一起了，没分。是占用了是吗？家里所有的钱基本上都让他给占用了。啊，每天我出去卖古玩。各地各个省都出去，看见好货我就收回来，也是为了这个家，回来卖更好的客户嘛。然后上星期6、星期天去上古玩市场去，然后我要跟他一起去，他就不让我跟他一起去。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去啊？就因为你在公司待时间长了，没有那做买的经商头脑，你要跟我去了，你就怕影响我的生意嘛。我怎么影响你生意了？那比如上一次，你看我卖一件老物件，我说是晚清的，那顾客非常喜欢那件的东西。等我有事出去的时候，那顾客再回来的时候问你，你说是明代的，你不懂你就先别说呀。那你先告诉我一声啊！你说你看这顾客他不买了，这不是耽误咱家生意吗？还有一次，上次咱家卖表，我这明明这表能11000出的，你反而你8000块钱出了，我给你使眼神你都看不见。
那我不为了赶紧把钱卖出去吗？咱家压的货太多了，都没有多余的钱了，过活钱都没有了，再说了，是不是咱们里外里就少挣了3000块钱？你上货，你从来你也不跟我商量，知道吗？上次你在外地看的一个有67万块钱的货，你非要买，然后结果回来之后跟朋友一看，结果是高仿品，这货不是砸进去了吗？67万一件古董是吧？对，一件古董，对对对，哦，就砸在手里了，卖不出去了嘛。做古玩哪有看不到他打眼的时候啊？难免避免发生这事情嘛。看着这古玩比较好，是一个青花瓷，我都能找好下家了，谁知道是一个假的？我们跟左看右看，底部是那真品，上部接坯也是真品，就当件加工了。要不这个是不是咱们出手100多万也能挣回来？关键是砸在手里了，卖不出去了。这不就这个买卖的风险吗？你做这买卖不就要承担这个风险吗？你刚才口口声声说妻子不懂古董，也不懂你的生意，我考你几个做古董买卖最基础的专业问题，也是历史问题，请听题。有唐宋元明清一共跨度多少年？清代有几个皇帝年号？明代有几个皇帝名号？清代的官窑器的主要窑口在哪里？请答题。这些问题我有的还不太明白。如果说一个做古董的，明明这是个宣统年的，我告诉你这是乾隆年的，那你又不知道，我就能看出是什么年代？你能看吗？你连年代都不知道，你怎么看？我再考你一个最基础的。我们中国是瓷器之都，中国五大名瓷哪五大？宋窑、磁州窑。我告诉你，很简单，官哥鲁定郡。你还一个个去蒙。对，关于囤货这方面，上次我囤那货不也是为这个家？等那个钱卖出来，这不就回来了吗？关键是你囤那些货实在是太惹事儿了。上次有一个大哥看咱的那个卖那表非常的好，然后非得要拿钱就一起做这生意，结果拿10000块钱上了表以后，他那销路不出去了，一喝酒他就往咱家打电话，骂骂咧咧的，知道吗？都影响咱家的正常生活了。他就是一个卖小叶书的，哎，他一单能卖个挣180的，你看咱卖一块表挣了几万块钱，他寻思看跟咱们合伙拿10000块钱，我也是好心嘛，哎，给他上了几块表，谁知道他半夜就打电话给咱们，后来不得10000块钱也退给了吗？那10000块钱就不应该退给他。你说不退给他那怎么办？总之就是你太相信人了，你在外头的时候呢乐得心帮助别人，回到家的时候就天天跟我叨咕要翻身要出人头地。那前我不是那做水果生意吗？在大庆开了他3家分店，因为我进货的同时1号店就挣钱，2号店就赔钱，3号店也赔钱，所以我撤股了，我离开了大庆来到哈尔滨发展。经历这件事你还是不长头脑，本来咱打算买一辆车装货就可以了，结果你非得要买一个高档车，然后在古玩市场认识这么一个人，说既能买便宜的二手车，又能帮助便宜贷款，还偷偷给了他3000块钱的感谢费，左等右等这个款也没下来，车也没看着，最后才知道被骗了。想要买一个好车也去展会嘛，谁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呢？哎，这钱要回来了，哎呦，这朋友都做不成了。这种朋友你还想要啊？就应该告他。行，我问一句啊，您做古玩买卖多少年了？年收藏今年7年。哦，7年啊？对。做的怎么样啊？还可以。跟你前妻离婚是为什么呀？就因为那开了3家水果店嘛，在大庆，他们合伙，因为都是股制的嘛，股份制的。等于前妻跟合伙人把你给骗了，是这意思吧？对对对，出来了。你跟他结婚的时候知道他是做古玩的吗？我看他喜欢收藏一些古玩。那个时候还没做这个买卖。对。是结婚之后他开始做这买卖的。对。那你应该跟他一起开水果摊啊，对不对？你不是开水果摊有经验吗？因为我在水果摊失败了，我就不想在那里重新的振作起来。因为我有很多好朋友都在这古玩界发财的。因为我也想在这里能打出一片天嘛。那您现在这个买卖做起来觉得还有前途吗？在我的目前的情况下，今年是低谷期，我的人脉还算好点，因为我的客户都喜欢我收藏的老货啥的，
都去上我家里去挑。那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来就是想让他古玩这方面放下。咱们结婚之前吧，我妈说你这个做古玩生意不牢靠，然后呢你答应说三年给我一个幸福的家，然后呢如果三年之内不出人头地的话，你就会去做销售。两年多了，现在我什么也看不到，我的幸福在哪儿啊？是三年之约，那不是你让我跟你妈说的吗？再说了，我现在俺们这囤那些货，也是钱回来就好了吗？您当时那个三年之约，所谓的要幸福生活是，它的标准是什么呀？因为我俩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我想要一个房子。就是您的幸福生活就是有所房子，是吧？有个房子，然后可以去旅游。好。因为我们俩现在哈尔滨没有房，租房呢，也租也是装古玩，顾客也上我家来买。我每天出去淘货，为了什么？就为了一个家吗？那你这点你都不相信我吗？如果你都不相信我，还有什么奔头？每天我出去进账，都会截图给他，都会给他看。今天卖个三万、五万的，哎，三千、几千的，都会给他看。关键是那钱看不到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家？出哪儿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我每天我去收货，为了什么？所以您认为说，你那叫白忙活，对吧？对，白忙活，钱全压上了。您认为说？我还在奋斗的途中，是这意思吧？就先别进了呗，手里没钱了呗，先把这些东西盘出去再说呗，这不正常的经营思路吗？是，作为古玩来讲，你看你看见一个好的物件，你就走不动道啊，因为呢，你看一个好的，我就想收回来啊。有瘾上火。我想要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以前那种生活。以前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以前有车有房。还有存款啊，还想再博回来是吧？对，这万一输得更大怎么办？他是给我三年之约，但我这个刚过两年嘛，还有一年，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会继续努力，会给你更大的幸福。他说了，我现在都很痛苦，我未来怎么会更幸福？因为我现在心很累很累，天天的。实际上面是在生活理念和生活观念上，夫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丈夫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把博捞回所有的从前，这有点像赌博心态。对对对。妻子现在特别害怕这个，是吧？对。所以妻子希望丈夫，你收藏的东西收藏了，你该卖的都卖了，变成现金，我们踏踏实实的拿这个钱，您去做一份工作，咱开一个，哪怕开个水果摊儿，咱能平平稳稳过日子，是这意思吧？您的想法是不行，我还得搏，我得把它搏出一片天地来，是这意思吗？是的。这就是观念上的差异，所以很痛。对对对，观念不同。就觉得心累。对，估计你也觉得挺累的吧？对，我行，听听老师们怎么看这个事儿，看看他们怎么帮助你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丈夫想通过买卖古董东山再起，妻子担心他从东山上摔下来，对吧？对。你去收古董，我也为你担心。你看到一个很好的青铜器，人家告诉你这是西周的，结果它是上周的，因为上周它才高仿出来，然后你花100万把它买回来了，你说他担心吗？你也知道买卖古董最怕的走眼打眼，一打眼是不是钱没了，有时候是房子没了，再接下来这个家也没了。而且做古玩呢，真的他的学问要求太高，风险实在太大。妻子的这种担忧是想好好过日子，所以他也很明白，这么多货压在家里了，你就不要再不择手段的继续投入，继续去收了。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他现在也在做水果店老板，如果你能去帮他一起做水果店老板，可能做得更加的好，而且可以从知足到满足，满足到幸福，因为你是做水果的高手。因为那时候做水果，你看车也有了，房也有了，都一切都有了。你想想，做古玩只要亏你一件古玩，就抵得上三卡车的水果啊！所以我认为很简单，
回归到生活的真实，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好好的过好小日子，好不好？好的，谢谢波鸿兄。来，莎莎老师，我全场听下来就听到一个字儿，钱。您一直都在强调一个物质基础的问题。我知道二婚是比较现实的，我们目的奔着就是要过日子去的，但是在我听来，您喊苦喊累可能是因为您辛勤付出，但是他不可能没为家里付出一点，所以我觉得有点过于现实。在你们这个婚姻当中，我看到的钱比情多。人们常说谈钱伤感情，但是不谈钱的感情它长久不了，可是只谈钱的感情它还有情可谈吗？走进这段婚姻，我要的其实除了钱除了物质还应该重点情，这是我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好好想一想，如果追求的不同，一个人我要的是以物质为主的，那您就去找一个物质的人。如果一个人您只奔自己的那个想要东山再起的心，那您就别拽另一个人跟您一起拖累着。好，谢谢。谢谢莎娜老师。严老师，人家说这个谈钱伤感情，你们夫妻两个挺有意思，是谈感情伤钱。是的。是吧？嗯。不能谈感情，对吧？我要多爱你一分，我那古董生意我就做不了主了，我就不能拿钱去压货，不能周转我的生意了。女士也是，这个一谈感情就觉得这个和钱是挂钩了。你们四十岁好容易遇到了彼此的第二段婚姻，更应该珍惜的是彼此的情谊，而不是斤斤计较、权衡利弊、计算得失。先生，其实你真的是败在自己的太要面子上。人家说好男儿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您是非要为了那面子，我哪儿跌倒了我换个坑再去跌。你要去做古董生意，一是像于老师说的，您懂不懂自己想清楚，二是咱是不是先把日子过了再去做那个买卖啊。67万啊，在你们的城市应该能首付买套房了吧？能买到。对呀，咱先有一个家，先有稳定的生活，这是你娶妻你的妻子的需求。什么叫爱啊？我去让我爱的人过上他想要的日子，这叫爱。所以我真的没有看到你对妻子的爱，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多的看到妻子对先生的爱。你从头到尾都在指责他，都在埋怨他，都在跟我们一一列举他不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罪状。所以我觉得你们二位真的应该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一下，你们成家是为什么。所以想清楚了，如果是为了情，那我们就好好经营这个家，考虑一下彼此的需求，好吗？谢谢。谢谢。好的，谢谢老师。吴奇老师，我也玩一点收藏，我玩金石，玩印章的。收藏的心态和买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收藏的心态是什么？囤积。买卖的心态是什么？周转。是不是这个道理？对。买卖100万放在这儿，我就是这100万，这100万我是要动起来的，这叫买卖。谁的生意如果没有周转了，这个生意肯定就垮了。你做过生意的，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对，明白。就你们现在这个家庭财务管理失控是在很多个体户里面很多见，就是家里的钱和生意上的钱搞混了，就没有分出来，结果做生意的钱把所有家里的钱都占据了，这叫极致创业。什么叫极致创业？就是我所有钱，我所有房子，我一切的一切，我就都创业了。极致创业是很危险的，所以给你们建议很简单，两条。一条是建立家庭基金，就是过日子的钱，家里面要买房子要存的钱留出来，每个月该存多少钱存多少钱。你那边要创业的钱就一个池子，100万就是100万，50万就是50万，没有更多的了。你这50万亏掉了，没有了，你这50万能赚，好，往家里面存，结束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家庭的财富管理一个原则，手松的人不能管钱。
就这个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重要，谁的手紧谁管钱啊。慢慢的你们就会发现，哎，这一条做到了，家里的钱会越变越多的。就这样，谢谢。谢谢陆琪老师。谢谢老师。你是想一夜暴富？对对对，就一夜暴富才会这样嘛，对吧？我不反对收藏，我什么都不反对，我觉得业余爱好都没问题。但是有一天你想把你的业余爱好转成职业的时候，费劲了。对，两个人好好的合力，水果摊开好，收藏的好东西卖一卖，弄点这个资金来，剩下的按陆琪老师那个买卖人的方式做就得了，知道吧？谢谢老师。来，接下来接下来进入真情60秒。老婆，咱们认识已经3年了，虽然咱们结婚了2年的时间，我做古玩也想为这个家着想，重新振作起来，想给你更好的幸福嘛。希望你多理解我，虽然我跟你妈说的是3年之约，还有1年多，再给我1年的时间，我会继续努力。已经2年多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希望你给我一个说法。我就一要求啊，就是我回到我收藏爱好者的状态里面，该处理的我处理一部分，剩下我踏踏实实我就做那水果买卖去，您就出来好吗？好的。否则您就别出来，您要是愿意风雨同舟您就出来，您还是一肚子怨气，您也不用出来好吗？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是怎样，这就承诺了啊。能说到做到吗？能说的。能给他点时间吗？一起会给的。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老婆，咱们相识这么久了，你也知道我的性格，我一直一心一意都会是为了这个家，我以后会好好努力，我在水果上好好去经营这个家。好的，希望我们风雨同舟，一起经历过这些事情。谢谢老婆。谢谢你们啊，加油好吗？谢谢。好，来，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请回，请回，请回。其实要求不高，也好简单，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转不过那个劲儿，这就是生活。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在一起1年半了，我像个陌生人，他的微信 QQ 像小号一样，我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生活，他的家人朋友，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从来不让我走进他的生活，请问老师，我们还有在一起的回来？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让你走进他的生活？也许你一旦走进了他的生活，就已经扰乱了他原有的生活。既然一个男人这么不想让你走进他的生活，那干脆永远都不要走进去。
蛋白粉，动植物优质双蛋白。本栏目由汤臣倍健冠名播出，感谢汤臣倍健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最后就是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